太棒了。哦，好的，要玩蓝蓝的线索，我们得找到脚印。脚印，对，因为那是第一个线索。线索，对，然后画进我们的笔记本，找出蓝蓝的线索。再找一个脚印，那是第二个线索，然后画进笔记本，那是谁的线索？蓝蓝线索，蓝蓝线索。还要再找到一个脚印，那是第三个线索，然后画进笔记本，那是蓝蓝的线索。你知道怎么做？坐在思考椅上，想想想。